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唱歌，李听不懂歌里的词，她却听懂了这首歌，因为这是她用心唱的歌。她能感觉到她燃烧的心，她的声音带着火焰，照亮了整个夜晚。然后火焰冲向她胸中的那块石头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的视线模糊了。等他重新振作起来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女士消失了，但李还能感受到他的回声，他还能感受得到他心中的火焰，他的心也燃烧了，他又重新活了起来。他不想舍弃自己的生命了，他想要活下去，他想要飞，他想要像太阳一样燃烧，因为他将不再是一个人。